今天要跟大家推介是3933聯邦製藥。看到聯邦製藥這一排股價都有一個大幅的升幅，亦都留意到成交額方面都比較顯著。股價方面已經去到一個叫做衝穿重倉區的位置，來到52周高位，接近大時代6.3的位置。看回基本因素，即是業務方面，聯邦製藥主要就是銷售中間體、原料藥、和抗生藥這些抗生素這些產品的。當中呢就特別大家都留意到就是胰島素系列的產品呢，也都是集團的重點銷售的。事實上呢，公司近排胰島素項目已經得到了一個批文，預計就來會上市的這些藥物。加上另一款的胰島素產品呢，也都會在2019年上市，相信呢也都會為未來集團成品藥的銷售呢就加大它的增長在這裡。除了胰島素項目亦都之外，之後還有一個抗生素的業務。隨著這一排的醫院需求增加，抗生素的業務方面銷售額方面都有一個回升的趨勢。我們都覺得在這兩樣利好的情況之下，這個聯邦製藥的股價亦都會跑贏大市，預計可以在6元這些整數位置做一個買入的部署，目標價看到7元，止蝕價大概5.6元。